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يين شين جان يي ين دان فو تسن جو شي رن زان سون آن لا زان سون چوان غوي آن لا جون شي جي دا جو تا زاي يي جي جيان شي تا دا پو رن چون جن سي شين دا يوان سي و جيان شن وان فاي جو ويو آن لا دو يو او و جيان شن محمد شي آن لا دا پو رن جي چي شي جي چيو آن لا سي فو يو تا جي چي جي رن آن لا سي يو تا دا شي جي من يي شي چي جي شو يو جي شي چي جي دا شي مو شن دا يي شن يي دن شاو آن لا زي گو لن جين جون شو زم مي آن لا چاو جي وان و تا زي يي جي شان شي تا دا پو رن چون جين سي شن دا يوان سي و زي يوان سي دا سي شو جيان فو يي بيان و راو شي تا و دا يي بو فن جي شان آن لا چيو شي چوان چون دا چيو شي چوان مين دا شي رن شن يان سي يي شن يي دن شاو دا چي جي شي جي هوي د دا شو دو جي جيان هو جيو شن چي جون باو گو يي شان شي آن لا شي چوان نان دا آن لا دا نان لي مي يو لي يو安拉说，当他与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的事情日时所生，有他就有了，而艰难之后有容易，有愁后有快乐。穆圣为了传达他住的师门而忍受了飞行士们的各种各样伤害，因此安拉为了优待并援助穆生，又给他一行与邓小安拉说，与艰难相伴的就是容易，与艰难相伴的就是容易。三，现实崇拜入又高的地位，安拉说，他把他所引起时的气势，他的仆人崇拜安拉是一种荣誉，这是安拉创造人类和百千世者们的目标。四，显示原始的地位，也行日遇到原始而日，目前算原始登上高天，他称为双朝相之一，是伊斯兰教仅次于麦吉亚金斯和麦地那圣寺的第三的清真寺。除麦吉亚金斯和麦地那圣寺之外，是应受白夜的第三出生寺，是地球上建造的第二座礼拜寺。五，显示礼拜有重大的地位，穆圣从原始登上高天，然后他达到寂静的创造书出旁，在第六层天里安拉赐予穆圣五个礼拜，黄牛上的结尾，不以我被入的人均得到安拉的饶恕。六，显示所有宗教之间的联系。穆圣说，荣显之即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穆圣不同，却一脉相承。所有使者在一心之意相集结，在原始中率领众圣人做了礼拜，他作为他们的一脉母。七，在去日观努力，穆圣到了阿克萨清真寺时，就把夏玛布拉克希腊在圈子中
牧神说：“我如众圣人一样，把香麻洗了在卷子中，把真正的信实与非认真之人的信实分明。”阿布巴克被人们称作斯迪克中称之，是因为他对信仰的极度忠诚。当先知已经阿克萨生生死之后，人们开始谈论此事。有一些原先信从先知的人攀交了一个多生肖图的透明人物，赶忙到阿布巴克跟前说：“你快来听你的同伴在胡说些什么。”他说他在夜里去了耶路撒冷圣地。阿布巴克问他们：“他是那么说的吗？”那些人说：“是的。”阿布巴克说道：“他那么说，那必定是真的。”那些人又问：“你仍相信他也离去了耶路撒冷圣地，天灵前有返回来了？”阿布巴克说：“是的，我就是相信他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我相信他有关天使往来的任何消息，因此人们称他为众圣之阿布巴克。”我说了以上一些，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各位穆斯林也请让在讨论各种热衷异乡的旅行的同时，也讨论善待父母。安拉说：“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热崇拜他，应当孝敬父母。”伊斯兰教提升了孝敬父母、善待父母的价值，尤其是对母亲要更孝顺、更温柔、更关心、更重视。因为母亲在怀孕哺乳和抚养是负担重大的责任。安拉说：“我曾们入孝敬父母，他母亲若生假若的怀着他，曾有个人来到安拉的使者跟前问道：安拉的使者啊，人们中谁最应该得到我的善待？”使者说：“你的母亲。”又问其次是谁，使者回答：“你的母亲。”那人再问：“在其次是谁？”回答：“你的母亲。”此人还问：“那在其次是谁呢？”是谁回答：“你的父亲。”教法规定，孝敬母亲是安拉的日系喜悦的最重要的原因。有人说：“我去找母亲，对他说：安拉的使者啊，我想跟你一起作战，也求得安拉喜悦和后事。”牧师说：“你啊，你母亲还健在吗？”我说：“是的。”牧师说：“你回家孝敬他。”然后他又从另一边走进他，对他说：“安拉的使者啊，我想跟你一起作战，也求安拉的喜悦和后事。”牧师说：“你啊，你母亲还健在吗？”我说：“是的。”牧师说：“你回家孝敬他。”然后我又热到他的前面，对他说：“安拉的使者啊，我想跟你一起作战，以求安拉的喜悦和后事。”牧师说：“你啊，你母亲还健在吗？”我说：“是的。”牧师说：“你在他的脚下燃一会，天堂就在他的脚下。”
孝敬母亲也体现于善待他，并让他很高兴。顺治去世之后，日食通过为他们做祈祷和关注。母亲说，最好的善待就是一个人善待父亲的朋友。最后我们强调，必须服从在国家机构中大的主持人及其代表，因为教会人们都是各个方面的专家，我们应该知道教法禁止。接着说，二请示国家的任何机构，宗教基金部警告不要所以可疑的页面和网站，并强调除了国家机构的官方网站外，就不要听从或采取任何指示。主啊，求您使我们彼此心灵相通。主啊，求您给我们慈善及从事你满意的事情，并祈求你保佑埃及免于各种患难。